这是一段在国内鲜见的影像资料，拍摄这段资料的是日军出云号巡洋舰上的摄影师，时间是1937年8月14日。这天拂晓，一对中国空军的诺斯罗普轰炸机出现在阴云笼罩的天空，径直朝着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扑去。这是中央航空学校自1942年成立以来发起的第一次主动出击。对于海军上面有几十门、上百门高射炮的军舰来说，这样打对飞机来说威胁太大。果不其然，日军炮火猛烈。从日本摄影师镜头上看，中国空军轰炸机冒着随时被击中的危险，依然在下降高度。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伊夫恩回忆说，当时尽管我们把炸弹投中了，敌人的炮弹也把我们的地板掀开了，高射炮的炮弹擦着我的裤管飞过，把我的裤管都打破了，飞到上面去，差一点就死在战场上面。中国空军用大无畏的勇气率先拉开了中日海空决战的序幕。在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00万人，海陆空各兵种同时展开正面较量。中国空军共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数十架，击毙和俘获日本飞行员近百人。中国海军先后通过沉船、布设水雷等方式构筑数道封锁防线，阻敌沿长江西进。淞沪会战将日本3月亡华的狂言彻底粉碎，这场战役也客观改变了中日战争走向。1937年4、5月间，上海一个名为工业 T 的年轻人在上海四川北路刚刚预定了一间客房，便匆匆离去。他以游览的名义详细观察着旅馆附近的一座褐色堡垒式建筑。这是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工业 T 时年23岁，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飞行员。事实上，很多飞行员在开战以前就经常的到上海来查看日本的营区，查看黄浦江日本军舰停哪里，日夜所想的就是要开战，就是要打日本人。工业 T 毕业于笕桥中央航校驱逐科第6期，成绩是全班第1名。笕桥中央航校是中央空军的摇篮，1932年6月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基础上发展而成。918和128事变以后，中国的青年非常苦闷，而且大家争相从军，所以呢有非常多人报名。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航空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委员长，宋美龄担任秘书长，实际领导空军工作。有鉴于128事变时国家防空力量孱弱的现实，短短几年内，全国各地官员、商界以及学校的师生纷纷捐钱购买飞机。其中最为隆重的莫过于国民政府要员于1936年发起的为蒋介石捐机祝寿运动。我们捐飞机的时候这样子，我说小姐们、太太们，日本人欺负我们，马上要打进来了，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你们把钱都拿出来好吧。所有的金银首饰交给我们，我们一个桶啊，我也在这儿，把都摆在这里，钞票都摆在这里。有钱的大老板啊，都拿出金条拿出来的啊。很快，
航空建设委员会从美国购买了100架霍克三型驱逐机。蒋介石生日当天，空军由飞行员高志航领队驾驶美制飞机在南京上空编成中正字样，引发巨大轰动。霍克三型飞机呢，原来是美国海军所装备的 F-11C 型飞机，这架霍克三飞机就是当时从美国购进的，上面的41就标明它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高志航所用的战机。年轻的中国空军是否能够担当起国土防空的重任呢？抗战前夕，中国空军飞行员约为620人，全国有飞机场100多处，但多数场站保障物资不健全，地勤指挥能力较差，并且绝大多数飞机上还缺少极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线电通讯设备。因为飞机没有通讯，完全是靠手势，靠这个地上的铺这个符号，打仗起来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相较而言，日本陆军拥有作战飞机1100余架，海军拥有飞机1000余架，航空母舰6艘，其中飞机主要机种为96式陆上攻击机和96式舰载战斗机。当时中国空军还在使用双翼式战斗机呢，它已经是单翼的了，而且呢，它的起落架都是可以收放的，这样它就阻力就小。同时，全金属机身，那也就是说，你想打穿我，并不是那么容易了。此前，包括这时候中国军队在使用的霍克三式战斗机呢，都是前机身是金属的，后机身就是木头的了。不仅如此，当时日本有飞机制造厂及附件生产厂30余家，航校9所，已经培养9820名军事飞行员。坚实的工业基础让日本可以生产各种类型的飞机和装备。与日本航空工业的差距反而更加激发了中国空军的斗志。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飞行员龚业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937年1月28日，星期四，天气晴。128，这沉痛的纪念日子，而今在经年奋斗中，我挣得了杀敌的技术，咽住这心头的创痛，切到时期成熟，尽量的将奋击的火花爆发在敌人的前面吧。1937年4月9日，星期五，天气晴。下午3点集会，25队刘翠刚队长今天空中打靶命中率为92%，46发，以1发之差次于高志航大队长记录47发。1937年6月7日，星期一，天气晴。空中的战斗向来是极残酷的，当他们突进得很近，而且我看出每一柱子弹的发出，而心里设想这是敌人时，心里说不出的涌出一团无名的怒火来。令工业体没有想到的是，中日空军决战的日子竟然提前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11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海陆军航空协定，提出要摧毁中国空军基地，掌握战场的制空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国空军大部分还集中于南昌机场。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询问空军司令周至柔，如果对日空战，能够参战的飞机到底有多少。周至柔当即把绘制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递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后面色铁青，其他将领依次传阅，同样默默无声。因为过去呢，蒋介石呢，都夸耀自己的中央空军有多大的实力，其他的一些将领啊，地方军阀的一些将领啊，也以为中央空军有多少多少架飞机啊，很有力量。但是在这个表上显示，全国的飞机，包括运输机啊，其他的飞机加起来也只有600多架，啊，真正能够作战的飞机仅300余架，啊，远远不是平时人们以为的空军的那么多的实力。蒋介石知道之后，飞机缩水这么严重，非常暴怒的，甚至说呀，要枪毙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但咱们实际说呢，这跟周至柔啊还没多大关系。宋美龄和周至柔等人的商议，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能够维持基本作战需要的飞机就可以了，啊，不要一种型号的飞机购买的数量太多，这样花了许多的那个就是空军的经费之后呢，不久就被淘汰了，有这种情况是不值得的，决定把剩余的空军的经费存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这种把钱放在银行坐等生息，暂时在购买飞机的想法很快就落空了。卢沟桥枪声打响后，日本迅速封锁了中国沿海，从欧美国家购进飞机的途径被切断。七月的上海热浪灼人，驻上海的日军为配合华北日军的进攻也蠢蠢欲动，蒋介石心急如焚。在7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他接连会见了英、法、意、德驻华大使，要求出面调停中日争端。蒋介石威胁道，中日战争如果继续任其恶化，必将导致中国与红色苏联走向合作。七月底，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南昌报纸以“空军为何还不北上”为题，公开提出谴责。8月3日的时候，在南昌，在广德的空军第4大队和第2大队这两个大队是中国空军的主力，就奉命飞到北方，一个是飞到信阳，一个是飞到周家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不但飞机飞过去，同时，这个后勤补给的修复部队都坐火车往北方送。由于华北的飞机场普遍面积狭小，炸弹汽油储备也很少，中国空军大部分飞机到达河南一带便停止前进，就地待命。龚业悌在8月10日的日记里记述了在河南周家口机场的所见所闻。我们来以前是没有飞机在这里降落过的，在这里除了两个油库储有2000箱汽油、一所房屋之外，飞机场的附近也没有可使用的房屋，我们重新找到新的住处，早晚来回到飞机场都得步行10余公里乡村野道。华北地区战云密布，然而中日之间大规模空战并没有在华北展开。8月初形势陡然逆转，转折的关键在于日本的海军。77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便提前结束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急匆匆地率队向上海进发。7月16日，长谷川清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为置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8月9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与士兵斋藤耀藏驾驶汽车冲入上海虹桥机场，向虹桥中国军队挑衅。
开着车就直接就闯了虹桥，目的是什么？就地勘察试探到底是不是有中国军队进入了虹桥机场。事实上，日军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五年前的128淞沪抗战，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或建立据点。如今上海形势日趋紧张，但市区仅有上海市警察总队和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很快，负责上海防务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命令所部一个团化装为上海保安团进驻虹桥、龙华两大机场，另一个团化装为宪兵进驻松江。这一情况成为虹桥机场事件的开端。张治中呢，就很早就奉命在这个苏州，成立一个指挥所，就第五军有87师、88师，是训练这个军队。他们知道这个迟早要打仗的。面对日军的非法闯入和军事侦察，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将大山、斋藤二人击毙。事后，日军调遣30余艘军舰驰入黄浦江，以武力威胁上海市长于洪军，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与此同时，长谷川清连夜把上海的变故报告给海军军令部，急切地盼望内阁将其看作上海的卢沟桥事件。上海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自8月5日至12日，南京连日召开国防会议。11日下午5时许，会议进行之际，突然一份电报急匆匆地送往蒋介石的桌上。原来，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给南京外交部发来电报称，日本的新闻媒体对虹桥事件反应强烈，指责中方违反停战协定。这一次，蒋介石决定不再妥协，他决定要先发制人，由海军对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江阴实施封锁，率先切断长江中上游日本海军陆战队去往上海的退路。比方说，当时他在汉口就驻有300多名陆战队员，就可以瓮中捉鳖，把他们给一举歼灭。就在海军部筹备封江事宜时，不料日本竟然提前得到消息，大批舰艇、侨民和陆战队得以逃离了江阴。守备江阴要塞的中国海军见此情景，因无命令，无法阻击，无不义愤填膺，突然兴叹。有些史料说啊，皇军泄密是日本这个在舰船和侨民啊，还有一些陆战队顺利的逃走，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蒋介石没有及时的果断的下命封江。尽管丧失了拒歼长江内日舰的机会，但是封锁江阴同样可以阻止日军溯江西进。8月11日傍晚，蒋介石电令海军部长陈绍宽立即实施沉船封江的计划。当天，海军派出5艘舰艇，将江阴下游各处的灯塔、灯桩等航行标志全部拆除，接着8艘旧军舰以及征用的23艘商船等开始了悲壮自沉。当时中国海军呢，虽然看起数量呢不少，有130艘之多，但是它的总吨位也就是6-7万吨，而且很多的舰艇呢，舰龄非常老，有的舰艇都40多年，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当时呢，只能采取一些消极的作战方法，那就是沉船
阻塞航道。同样在十一日这一天，蒋介石于晚九时电命张治中，率领驻扎在苏州、无锡一带的陆军第87、第88两师连夜进军上海，做好抗击日本海军的准备。但是，中国军队的调动情况很快被日军掌握。紧接着，日本海军航母龙香号、凤翔号，以及在朝鲜南部的加贺号航母，悉数开赴上海以东的马鞍群岛附近，接受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指挥。13日上午9时15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冲入宝山路，与驻守的中国保安队发生冲突。下午，日军又炮轰闸北，中国守军被迫予以还击。上海战事已然爆发。为配合陆军作战，空军总指挥周至柔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1号，命令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之一切准备。自此，空军主力开始由华北急调华东，参加淞沪会战。不到一个礼拜，又整个的部队，空军是等于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精锐的一个重要部队，又往南边调回来。那要知道，一南一北的转场的调动就损失了好多架飞机。在中国空军调集部队的同时，日本海军航空队也在秘密行动。8月13日深夜23时，长谷川清发布紧急命令，要求驻台北的陆屋航空队和驻千叶的木更津航空队以及3艘航空母舰的航空部队轰炸中国杭州、广德及南京机场。但从8月14日0时开始，上海地区遭遇了一场强台风过境，华东沿海风速达到22米每秒，并降下大暴雨。直到凌晨5时30分，天气仍不见好转，长谷川清被迫放弃偷袭计划。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3个半小时前，也就是8月14日凌晨2点，南京航空委员会紧急发布了空军作战命令第2号，要求不顾暴雨和台风的恶劣天气，调集部队先行对上海的日军开展攻击。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面对昔日强大的对手，中国空军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